袋儿，果袋儿油两下果袋儿，就盘盘，我还说咱家就盘盘，他家就碗碗，盘儿碗的筷子。不是吃饭那个碗吗？黄瓜粉明天就恢复原价了啊，39.9无桶了，今天没拍的，明天就恢复原价啊。我先跟你们说一声，今天是26.9，之前是39.9来的啊。你家二连接好使不？二号连接那油烟机咋不好使啊？狗剩狗蛋儿吗？叫菜菜，那也太好使了啊！13.9发6瓶，太好使了。不是好使，妈着去掉啊！我现在还想那个别生他妈着去掉就完了。咋的？我说我现在还想那个别生了，还就是个女孩。哼！那哪有准的？万一……好用的二连接就拍一把啊，好用。生女孩的样子。是我的闲人。万一是没瞅准呗，那就是，啥是啥的，都一样的玩意。脚肿了吗？哎呀，没肿，没肿。这油劲儿，我挂着油劲儿，然后这粉都不卖了，别人涨价得了。明天恢复原价39.9，还能多挣点儿。翻盘呢？翻盘呗。2:15了。啊，1:15，1:15，等脚肿了就快了。也不肿，他还不肿呢。也不肿的呢，哎，不都一样？哎，13.9吧，发6瓶多合适，带个头。便宜死了啊！我妈来了，那边。哼，哼。嗯，开门去！我也一直没肿，要生了。前两天脚肿的，二今天晚上就嗷，不是妈妈传陪着，陪着陪着。有不准的。也有不足的，分人儿呗，这玩意儿。开门去，不开也能给我站2分钟。人家大姨也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都来了。刚才都眯眼睛了，刚才你说来了，我都精神了。像小孩淘气，不爱搁肚子里出来。你说我妈来给你整精神了。没来呀，搁这玩意儿我看看，你们上上得了。没来，鬼这还给你们上一波得了，结果就两个。是，人家电视多大尺寸呢？75，75寸。只要有两片，你上任意地方你都买不来，我就告诉你得了。你上任意一个地方你就买不来啊！赶紧拍去啊！赶紧去！一会儿我妈来，我就下车了。这个啊，你们赶紧拍去，等到23得了，完我就下了，不记着了这玩意儿啊，不记着了。这就是纯正给你们的福利，就完事儿了啊。明天往下走了，对。
妈99放两瓶，妈真的妈便宜，能给你们带的福利啊，纯纯的福利的，就是。都不挣钱，都为了你们。对，就可以得了，二十单得了，疯了！真的，这说实话，老铁，我卖100单，我能挣几十块钱，能挣个5-6-7十块钱。有啊，是他的号。就纯纯的给你们的福利就完事儿了。对，那他买过他的就有，他那也买，他的便宜。嗯、纯纯的福利了，这玩意儿。我只买过，我这从来没捡着便宜。能买就用。我一回也没捡着便宜。傻。1.28千克的，那不是小瓶的。这使用老长时间。1.28千克的。嗯。用不上2点呢。还有8.9。还有10分钟，10分8分的差不多了，都等着呢。我3点烧火，晚点吃饭，吃饭早饭，马上就来了，都是好信的人。一会儿啥也没买，可着笑了。不能，肯定得拎点啥来。不能，手不提了，话到时候还得揣点给你。你赶紧发微信，让买点啥？买啥呀？买一，不用说呀，来人来个没空手来，不用说这玩意儿了。带真货来，还。一看都是囤着的，都着急烧火呢。嗯。都囤着的，都囤着的。小姐姐，我家2点半之间烧完了，炕热不上来。这些粉丝太有意思了，这帮老铁都有才。那炕烧着了，到后半夜这也是凉。再烧。我不烧火，你爸你妈来了没？快了，没到呢。在路上呢。在路上呢，马上就到了。来了，在路上呢。是的，烧火都赶趟儿。对，咱得找啊！哎呀，我正找着黑圈黑。打电话问问，别问了，问啥呀？问。别问了，老铁们，你等一会儿，咱都真着急。哎，总有事儿呢，着急着着了，凉，不凉，一热热到明天10点多钟了。那你家炕热，挺那啥，我这玩意下。那还行，看好烧行。挂了这个吧，海天吧。过年了，海天酱油29.9，旗舰套。来这海天得了，来这一单的话啥都去了，不能打电话，得留悬念。卖这海天得了，29有旗舰套，什么蚝油了、料酒了、醋了、生抽了，什么鱼豉油啥么玩意儿的，鱼豉油东西都收拾了，准备上医院呗。嗯，随时准备去了，都收拾差不多了，这儿呢这一大兜子。啥玩意？我就喜欢农村，不愿意在市里待着。我也乐意搁农村待着，我也不乐搁市里。搁农村待着得劲儿，出来进去得劲儿。我现在也不乐搁市里边待着，没意思。市里就待那点儿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呢。这里不少东西呢，装不少东西呢，这里头你别瞧不起这小兜儿。还有俩兜子呢。对，矿泉水带一箱，留着冲奶粉呢。矿泉水到那儿再买，在家带啥？还嘀嘟嘟。我家孩子用氧气森林过敏，不透气儿。美女怀孕几个月了？9个多月了。随时随地都可以能生了。要剖啥的话，找个现在剖都可以了。
这不那我现在抛都行了。这等着生的吗？那羊水跟尿有啥区别？没啥区别，羊水就是多呀。那你撒尿的时候，俺知道是吗？生好养，农历二妹给宝宝买的啥智能户？氧气森林吗？我朋友说他家孩子氧气森林，还便宜。我等人跟等车一样，这着急。过一辆，马上就来一辆，着啥急呀？这家你要买的啥牌奶粉呢？飞鹤。一会儿呢，你看不着，着急那样呢。见小龙啊，见红了吧？没用呢。他爸呀，拍个。家伙多吃点巧克力。是。看着了。加油巧克力，我得去挂着巧克力的。加个那个。这巧克力嘛，好吃。巧克力。不是都知道了吗？9.9有一个月运费，100个巧克力。没有，没见过。飞鹤行。氧气森林的吗？这儿的吗？哎，没点关注的都点点关注啊！点点关注。我说明儿生孩子上医院啥好给你们直播，你们好都能看见。今天是没有。巧克力啊，9.9100个巧克力啊。样品都吃光了，建红发了没到呢。振兴进门时拍个段子，得先拿 NO 码。去医院时，这孩子码小，没事，这就能穿。这个我朋友说 S 码。飞鹤星，有的孩子不爱吃。你给他整出来哪几个就行了，你那带一大包干啥呀？这不小孩的吗？你带那种其他的 NB 吧，拿10个八个的都够了。咱也不懂，完事啥也不懂。NBNC 完事就整个埋的拿出来个方便袋里，垃圾袋不都是了？那拿18个不够，但你不是能尿吗？3点多钟，农村就开始烧火做饭了。密码。我儿就飞鹤，老胖了。他都拿着不够，那有啥不够的？从医院能待几天？能用这一包着的，用不了。拿一包拎回来呗。吸收好，拿一包。拿着吧。不够一天给6-7片干啥那行。我家一仙儿。一家八个有俩就够了。除非他拉粑粑呀那啥费点。嗯。总拉就得混。10片干啥一天用10片尿一泡不扔，尿一泡不扔啊！自己生吗？啊，想自己生呢，想自己生呢。没什么，除他拉粑粑费。刚开始排便，新生儿费纸尿裤。刚才用尿戒指。没有尿戒指。没有，都纸尿裤。都纸。都是纸尿裤。你戒指你太傻了，谁还用戒指？ NB 还没到呢呀，都半个小时了。对呀，尿一下扔，刚开始吃吗？孩子。来了，来了。我听着柔道声呢。小时候咋不问问你爸咋还没到呢？关心关心问问呢，就是你们老铁着急得了，总让我打电话问呢。嗯。问着急了。得预备2个戒指。尿了就得扔，要不打屁股。刚才你也说来了。
刚才我听着走道声了呢，不是，还是这是咋的？要生了呀？嗯呐，看他肚子都往下来了吗？巧克力，你们拍一波行吗？99、100个巧克力呀，老铁们，巧克力嘎嘎好吃，有老多钱买过的，那个说一下到家那样的。小时候咋不去接呀？哪儿接去？还没到呢。这来这走到这会儿，一会儿一开门就接了。别动，别说。来了，这回来了，这巧克力好吃。来了，这回来了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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